也开快车的人啊。我开新的快车还可以，就油门无脑到底就可以了。你手挡不会开，没那么精准。对，手挡开得很烂。妈的，那个离合的很好踩。对，离合还蛮舒服的。对。如果在这边租一个这个车是很难租得到吗？租不了。直接，红绿灯就在那里等了。是啊，他妈的。